都有人在上面那个跟着的。泥洲水道桥是目前这个国内跨度最大的钢橡梁悬索桥，因此它的这个阻缆的这个锁骨的数量和这个长度，目前也都是这个国内之最。再加上这里的航运也比较繁忙，然后天气也比较复杂，所以呢，就给我们这个锁骨的牵引，以及这个锁骨垂度的这个控制，还有这个锁骨这个扭转、骨丝等等这些质量通病的控制，也带来很大的困难。